上街里啊，上街里，家里没有酱油了，买两桶，买了二月二了，买个猪头回去。回啊，苏州，二月二吃猪头啊。批发价销售，李双肉店现杀的猪肉腿子，腰条六块。批发的，假如说没发你这边，那就是假的了是吧？对，没检疫的这。哦，来一个。大点，小点。来小点，喷点太大。拿喷完的，拿没喷的。回家自己喷去。自己喷去。小点这家干净，来汤。没点劲，大点的。嗯。你家开口，行，装舌头。是吧？行。老板，五十块钱两毛五十。怎么涨价了？涨了去了吗？这车自己。没有，这个舌头搁到这儿了，掉下来了，这儿的。我现在自己蹦着这秤。行。高点，十块钱五斤。来，我装几个来。橘子，高压点的橘子，十块钱六斤。海南菠萝，高压点，十块钱三。大头梨，高压点，十块钱一半啊，还是一个呀？一个。我给他撩了，是男的吧？啊？是男的吧？啊？没动，直接给他撩出来。你买两包酱油这块。买两包一大桶一小桶的，这块吃吗？老弟吃没了酱油，这人是这个。那骨头呢？下颌提起来。哦，下颌提。肥肉都提出去了，已经。啊。就直接劈下来中间哈。大伙儿，你看我这，我这，没人用喷头给他烤烤，这拿大喷头。不算那什么，早先是不是搁那个塑料？这塑料，这是干的啊？干的，你干的吧？切掉了，干的。来，拖鞋是不是做鞋？拖鞋。买几菠萝呢？嗯。这刀给他削了。谁不洗？来给我。拿一个，咱们三个十块。吃完能摘啥呀？能摘吗？我看一能摘，摘出那菠萝。菠萝。嗯。摘哪儿啊？在土里呗。在土里，我知道这葫芦搁栽上啊。不是，给这玩吃了，给这玩嘎下去栽。哦。买四盒药。啊？买四盒降压药，你俩。嗯、嗯，这么酸呢？酸甜。